定结块了，抖一下。取出来炒莴笋，切片，然后炒莴笋。那骨头呢？不是，剩下来不是骨头，剩下来都是好吃的肉了，就是把鸡胸肉取出来呀。哦。现在鸡可难买了，都好几个礼拜没有买到鸡了。你吃啥呀？我做辣的，完了，忘记了。对呀，你不要吃辣的，快点扔掉它。扔掉，吐掉！你怎么跟个小孩一样的，还有人管你？我现在把这个鸡的这里肥油全部都拉掉，因为我老公这次那个体检哎不过关，医生还要让他在有些指标超高了，医生让他还有些东西呢，还是吃的时候要注意一点，体重还要再减一点。虽然这次体检呢比上一年呢要好一点，但是呢还没有达到医生的要求，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呀。他现在呢又去运动去了，那这些肥油全部拉掉。你刚开始运动不要太快，慢一点，让人受伤了。我们家每次鸡胸肉呢都没什么人吃，实在是不太好吃。今天呢就准备把这个鸡胸肉取出来以后呢腌好了以后就炒这个莴笋。顺利的取出，这盘好的肉取出来呢，我就打算红烧啊或者白灼。切这个鸡胸肉的时候，你看它这有纹路的，你看它的纹路，它明显的就是这样的走向。那我们就这样子切，就可以把它纹路切断了，这样鸡肉就会嫩一点。调料呢就是这六种，这是黄酒、生抽、蚝油、橄榄油、白胡椒粉、五香粉。这白胡椒粉，因为我可能倒多了一点点。这五香粉，来抓匀。然后放一点油，抓匀以后放点油呢，就让鸡肉更嫩一点，锁住水分。你看这里面绿油油的，好漂亮啊！这个刀真的超级厉害的，有些网友跟我要链接，我就放在那个说明栏里面了。颜色好漂亮啊，翠绿翠绿的。春天的感觉。来个红椒，颜色上去好看一点。哟，天哪，这些人太坏了！这个地方有个烂的，他那个纸头发贴起来。商家太精了。
速的翻炒一下，变色的以后就要倒出来了。牛油果油是去年买的，马上要过期了，七月份过期，所以呢我就赶紧把它用掉它。最近我都是用家里的囤货。有些网友在问这什么油呢，牛油果油，最重要的是它没有卡路里。一不小心蔬菜比肉还多。鸡肉经过第二次翻炒呢就会更嫩一些。马上吃饭啦。我喜欢这个肉。你最喜欢这个鸡肉是不是？你吃好了，那吃。你不说我烧菜不好吃吗？你最近你天天打击我说我烧菜不好吃，他爸爸烧的好吃。你快吃吧。烧的好吃。你妈做的不好，做的不好吃，那你爹做的更不好吃，跟你说。爹你做的就是咸，啥没有。那马妹说的。太咸了，太咸了，妈咪说的。我老公最近好久没有烧菜了。不是，他最近忙着天天加班，看书加班，天哪，好吗？今天晚上要加班。还要加班对吧？赚钱的$100，然后我们可以去迪士尼了。哦，好。妈咪赚钱好不好？赚钱带你去。It's $100, OK？ 那够吗？$100 not gonna enough。我把这个肉米买了一半吧，然后把它分成一小块一小块，有时候烧那个肉米豆腐啊，或者是粉丝煲啊什么的，放一点进去。蚂蚁上树可以啊，你喜欢吃咯。你不是你不是说你最近不吃那个肉吗？吃素吗？这我也不敢烧呀。你看我 一半肉分了这么多。小宝说弟弟是卷完，每天吃饭还倒点芝麻，头发都已经好黑好多了。弟弟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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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弟弟啊。他每天吃饭都不会忘记倒芝麻的。一点。好了，快吃饭吧，弟弟。快点吃啊！卷完快点吃饭，弟弟。快吃啊，弟弟。好吃完啦，好吧。好，去玩去吧。汤喝不喝？喝啊，好，去拿。汤啊，陈皮汤。Shook is not good. Daddy, I mean. 晚饭后，我运走我老公洗碗。妈咪，妈咪，妈妈，弟弟。